东京奥运会国家队运动员代表团将于12月3日至5日到访香港，并在12月4日出席三场公开活动，包括上午分别在伊丽莎伯体育馆和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进行的运动项目示范，以及下午在伊丽莎伯体育馆举行的奥运健儿大汇演。相关演出共有5300张门票，在11月26日上午10点以线上形式公开发售。不少香港市民早在售票前夜已经跃跃欲试，通过社交网络交流迫切心情。26日上午启动售票后，城市售票网一度显示线路繁忙，情况持续约3小时。是啊，今早呢，其实10点钟一搭正呢，我已经入了个网站，但按了很多次都扑不到飞。咁啊，真係好受歡迎嘅，應該今次，但係就希望之後唔知會唔會有得再加長或者成咧，希望即係可以一睹啊我哋國家運動員個風采啦。其實我今朝為呢件事咧，我自己都請咗半日假嘅朝早，咁啊，我就上到嗰個城市售票網嗰度，但係就不斷想撳入去都入唔到咯。最後我都係買唔到嘅，都係比較遺憾地。知道呢個信息咧，就去上網去搶票，但係咧一路打咧一路都係線路唔旺啊咁咯，咁就好緊張，咁終於搶到一張啦，搶到當然好激動啦，因為可以去睇到健兒嗰個近距離接觸咯。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向中新社记者表示，截至上午11点已售出近90%门票，没能够得门票的香港市民可通过电视直播观看到他们所期待的奥运健儿的精彩表现。好想见到苏炳添嘅，佢喺9秒83嗰个短跑嗰度咧，就即系证明我哋中国嘅运动系冲出世界嘅。因为我本身都中意打乒乓嘅，咁梗系啊马龙啦。因為我都想見到佢即係真人啊，見到佢球技啊咁。咁不過其他譬如話跳水啊、體操啊咁呢啲，我都好中意睇嘅嚇。今次我本人最期待咧，就係見到我哋嘅亞洲飛人蘇炳添先生啦，因為佢之前跑出嗰個9秒83咧，係真係非常之優異嘅成績嚟嘅，係我哋華人之光啊！我都好期待，如果之後有其他機制咧，令我可以真係補到買飛咧，咁就真係會好開心啊！真係。東京奧運會國家隊運動員代表團包括蘇炳添、馬龍、許昕等來自12個運動項目，共29名運動員和3名教練。除了備受期待的三場演出，他們還將出席由特區政府舉行的歡迎會和晚宴，到訪香港體育學院與香港運動員交流。